蓝斯就主持，系啊，体育主持，啱啱做完个主持，亚运主持，就第一次做。系开 TV 节目都叫做系咯，因为之前拍咗一集已经出咗街呢个节目嘅。拍咗一集噶啦，系啊系啊，播紧啦。哦，你讲玩模拟嗰个，系啊系啦，模拟嗰个，系啊系啊，都系叫我要做。佢系上次模拟完，今次就实践，系啊。唔系而家都系自由身，我冇正式过嚟嘅，即系所以出边嘅全部都系自由身嘅。系啊，所以我好开心啊，因为咧自己付出几多就收获几多，自己去掌握自己嘅工作量，咁我觉得好好啦呢件事。佢哋唔会叫我啦，系咪啊？边个？有好多，有好多又身材好啲，又后生啲嘅，都唔需要我啦。你系咪唔着噶啦？都唔系，我觉得有咩冇理由？我拍嗰啲节目系嗰啲咩寻找他乡的故事嗰啲，冇理由着泳衣出镜，好奇怪。即係個主題唔啱，係啦，主題唔啱，主題唔啱。即係你都會嘅，如果需要。如果有必要嘅話，即係你潛水啊或者游水都會嘅，但係都好少佢哋有佢哋，即係佢哋拍旅遊節目有其他人拍，又冇喎。係嘛？係啊。但係你又 OK 嘅都。我都 OK 嘅，又唔係話太健康就 OK 咯。健康就 OK。係啦，健康就 OK。